哦，欢迎回到 Cryostasis。那说不定有些人是在这个影片能找到我的，那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事实上呢，这距离上一段影片到这段影片中间应该已经过了，应该已经过了，我不知道五六十天吧。因为我那个时候考学测，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没有做影片。那所以对于那些从以前就一直跟着我的这些老观众们，你们一定很惊讶，我终于回来了。没有错，经过了五六十天的等待和煎熬，我终于又回到这边为大家继续做影片。那我今天刚考完学测，那今天是礼拜一，1月28日考完学测。分数我也对完答案了啊，分数也出来了，大概知道了，分数当然没出来，所以我对照了一下，那我不会跟你们报告我的分数的，不差啦，我就觉得哎呀还不错，其实，但是重点就是我回来了，然后我们这边有一张图，那这边应该是故事时间。You shall die, you shall die, they shrieked. The forest roared and echoed their cries, and the lightning tore the darkness to shreds. Danko gazed upon those for whose sake he had undertaken such great labor, and he saw that they were like wild beasts. Many people were pressing about him, but he could detect no signs of humanity in their faces, and he knew that he could expect no mercy from them. Then resentment seethed in his breast, but it was quelled by compassion. He loved these people, and he feared that without him they would perish. 好，开门，应该说开灯啊，好吧，有什么？好，那边应该会蛮……哇，shit！我是在第一次在这个游戏里面，应该不能说第一次遇到狗，但是第一次有狗向我冲过来，所以，Hallelujah！那块是排骨嘛，我会吃之类的。好了，从二五，Oh my！你们干嘛靠那只狗就这样？Oh my god！Fuck you！No, fuck you！有没有看到刚刚那只狗就这样，哇，跳到我脸上，哈哈！我好久没玩这游戏了，应该说我好久没有玩游戏了，然后一回来就遇到这个这么刺激的东西。好了，总之希望你们在这段时间之内，Oh my fucking god！Oh my shit！Oh shit！哦，这样子我刚好被射到，哎呀，他咬到我，还是没射到。Oh shit！射不到。算了，真是，还是得用这把枪。虽然说我不想用，这是他的子弹吗？哦，不是，哦，地上，我刚一直没看到。希望这段时间之内，这段时间的，不说这段时间之内，我要讲什么？我已经太久没有说这些话。希望在这段，哦，有一个门开了。Fuck you！Oh shit！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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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这样在跟他比快，是不是？Oh my！Fuck you！Oh shit！What？我一回来就死了。
其实我刚刚可以掏那把枪出来跟他打，不过就不想，我就不想用那一把，我就要子弹一下就用完。总之我要讲的话一直没有讲完。像这段过程，你们大家都过得不错。那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我还是有一直收到新的订阅者，就还蛮高兴的。就是虽然我不在，但是大家都还是有在持续的关注我的这个频道。那我不知道那些狗已经应该还没有，那些狗应该还没有死，所以情况12分的不乐观。哎，为什么这边本子本来有一个子弹也不见了？好吧，说不定我应该拿斧头，对，我刚都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哎，还是说那些狗已经死掉了？哦，没有，你看那张纸还在那边，所以故事时间都还没到。Go go go！啊，不对。You shall die, you shall die! They shrieked. 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And echoed their cries. 好，来了。And the lightning Don't fuck tore you! the darkness to shreds. Duncan gazed upon those for oh, whose shit. sake he had undertaken such great labor. Nah. He saw that they were like wild No shit. Oh, 2只.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死了。哦，天哪。好，我总算打赢那几只狗了，那现在我要来对付这个家伙。好，来了。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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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哦，好，所以到最后我还是，哦，我还是 ，Oh my fucking god！ 好，我没子弹。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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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再一枪，再一枪！哦，不是这个时候没子弹吧，大哥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哦，不对，给我一把枪啊，大哥！哦。哦哦，他死了，所以看来那把信号枪应该是还是有点用的，说不定，哈哈哈，啊，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总之，很高兴能够回来，然后也很高兴能够再和你们。我不能说见面了，总之还能够在这边继续做影片给大家看，所以，总之欢迎回来。那其实我已经完全忘记我们上一次玩到什么地方，让我装一下，哎，别怕，走吧。所以。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回忆一下我们上次到底到哪里。这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被偷袭的好地点。有点安静，非常诡异的安静。这里有路吗？哦，没有。Oh my fuck！ 没事哦，没事哦。那边有子弹，先去捡一下。哦，好多。
这么多子弹代表什么呢？代表等一下要打一场非常非常艰苦的战吧，我觉得。啊，我现在其实想要赶快把一些游戏结束，然后开始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有好多新游戏出来，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哎，不是，我一直都没有时间来做，所以 ，Oh my， what the fuck， 哇，哦 ，no no no no， 又是你，好，不要跑来跑去啊，站好，给我打。哦，又是你，不要过来！啊，哦，两只 ，fuck you！ 啊，好累格啊，我死了，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死了 ，Oh my god！ 好吧，让我们再试一次。啊，快出来，你在哪里？哦，来了，下来。然后呢，那两只呢？出来，哦，来了，另外一只在哪？哦，No！快死，赶快死！哦，不是吧？